嗨，朋友们，哎呀，今天刚起床啊，然后昨天晚上到这边已经凌晨了，1点多才到这边，把酒店才住下来。现在我这里是在河南啊，河南郑州这边，因为我有个朋友是在这边，他们公司是搞那个直播电商的。所以我这次过来就是想跟他们学习一下，因为之前就在家的时候，很多朋友看到我妈包那粽子啊什么的，就是很多朋友都想要，但是我对就是运营啊，就搞链接那些就是一窍不通，所以说没有办法给朋友们搞那个，所以我这次过来就想跟他们学一下搞那个链接什么的。如果我学会了，到时候自己回去的话也可以。你们喜欢吃我妈包的粽子的，也可以给你们弄一点，给你们试一下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，就是像去年那样，很多朋友要那红薯干，我那时候都是他们给我发私信，然后发私信时候就一个一个的又加 V 之后又让他们发地址啊什么的，那样搞就很麻烦，知道吧？如果说几个十来个都还好，但是太多了就搞不过来了。但是还没到，稍微先等一下先，等他到了，然后再跟他聊一下，看一下是怎么搞，怎么弄。来了，哎，师哥，好久不见，哎呀，昨天晚上多少很晚？我昨天晚上1点多到这边，差不多2点了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太晚了也没去接你，看那么没有没有没有啊，没有，不用，又不是小孩子，接什么？行，挺好的，这一两年没见你，也没见你长肉啊，这是，啊，没有吃的比较少一点，吃的比较少一点，没有志哥一起吃不下，是吧？没事，今天晚上哥给你安排我们河南特色胡辣汤。烩面可以吧？胡辣汤你吃面，我吃面。都没问题，我都可以吃。啊，都可以是吧？那就行。没有，我像你说那胡辣汤是什么东西？胡辣汤，嗯，我们河南特色，就跟你们广西特色一样。我们横店特色就鱼生，要不要试一下？下次一定去啊！下次一定去，可以尝试，可以吧？那个简单的那个到公司去看一下吧。远吗？不远不远，开车一会儿。行吧，那就先去公司看一下，反正就是想过来跟你没事，学点手艺。没有，互相学习，互相学习，没事，咱们都可以先去感受一下。就是这几天要那个话，可以跟着我走走看看，看你对什么东西比较感兴趣，后面你想学啥东西都可以，可以吧？可以，好的，那大就老远的今天来了，咱不说，不谈工作，好吧？那就也先去参观，见吧。好吧？咱们参观，哎，这个就是我那个朋友啊，在这边他们公司就是搞那个电商直播的，在这就让志哥带我去参观参观，去他们可以公的，司看一下。咱先去看一下，好吧？OK。好。哦，你操，怎么有电呢？啊，你对电梯还来电呢？没办法，长成这样对谁都来点电呢。没办法，太帅气了啊！到了，走，好了，咱们上二楼。好，二楼，走吧。你看这个就是你们公司在这里是吧？对，在二楼。OK。上来。那公司里面可以拍个视频吗？没事，可以拍，可以是吧？走。哇，还可以吗？挺大的。啊？挺大的，还可以吗？来，进来看看。好多人。哦，对。这些都是客服吗？对。小姐姐挺多的。刚才在我们的客服部。这是2年的我们那个直播间。哇，你这里直播间还挺多的呀，人多吗？哎，咱们先进来喝茶。啊，可以。喝茶。哎，好嘞，谢谢。你也转了一圈了，公司现在状况都在我们推进，都挺好的，反正先看看。在我身边，你看看适合想学习啥东西，我来安排人。
教你都可以，好吧？喝啥？所以我过来，我就是想学一下那个做链接那个啊。我们公司你那个只是其中一个，我们公司还有其他的岗位，好比运营，就你说的售后、售前、直播间的，可以做直播模特、助播，这都我感觉都是可以的。这个我也不懂，因为我感觉那些助播什么的，我感觉我搞不来，我自己我直播我都自己都搞不好，还助播。可以的，以你现在这个形象，帅哥小鲜肉，你是可以做的。老了还小鲜肉，是的，都准备，你看皱都准备的比你还多了，这个皱啊，没有，没事，我们其他岗位已经看，先看看，咱不要现在不要茫然下决定，那个事情真的不是多难，其他岗位其实也都可以的，你看哪个只要你想求的，在咱这边都没问题，好吧？别的不要想太多，来就全当玩了。嗯，可以吧？不要那个，也不要考虑，既然来郑州了，等会儿带你到外边，我们郑州的好玩的地方转转看看，可以吧？热闹了，对不对？咦，那肯定热闹。